还咬了吗？你咋想的呀？抢人孩子挤狗粮，你是不是膨胀了啊，宝哥？行了，别哭了，我录视频呢，一会儿发网上去，人家该说了。哟，元宝这么大了还哭啊，太没出息了！来比个耶，开心点笑一个呀，这么勉强吗？以后在小区里啊，多跟小姐姐玩，离狗远点，认清自己在食物链里的位置啊。抖音。